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好的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网络主播背后的小朋友就是近来在网络爆红的小马云。我们是老乡，就是隔壁镇，我们是都是永丰的，叫啥名？他叫范家琴。范小琴。哥哥多大？他哥哥好像是十岁吧，我问一下哈。说是老乡，但他连范小琴的名字都叫错，还说不是炒作。你们可以来这边资助他，你们自己可以过来，是的，我们不是拿他炒作，其实就是炒作，吸引关注。直播过程中不断有粉丝送礼物，网络主播荷包进账，不断向粉丝道谢。感谢。家境贫困的范小琴，因为长相酷似马云，在网络爆红，还因此获得马云资助学费，吸引大批名人、企业和政府人士拜访，甚至让范小琴和同学无法专心上课。其中不乏像这名网络主播一样，想利用小马云炒作的人，引起高度争议。有网友嘲讽说，这个看脸的世界，长得好不如长得巧。而有更多人呼吁社会应该关心无数穷苦的儿童，因为他们没有范小琴这么幸运。记者戴律综合报道。